就是怜苦众生。不管是我们的伙伴们呐、菩萨伴侣啦、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是顺缘好缘啊，生生世世菩萨为伴侣。那假如呢，就是苦难人，我们今生此世也结一个好缘，来生来世他看到你就会起欢喜心。我常常说，哎呀，过去生我有跟大家呢有结过好缘呐、所以呢手一招大家都来了啦，这都是呢过去生啊都有结过好缘了啦。我们台湾的慈诚队啊跟委员他们都说，师父我为什么那么的爱你，我就回答他们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，我就先爱你们了啦。同样的道理呀、也期待你们现在赶快去爱人，爱到了你将来再行菩萨道，人见你的身闻你的声，他就会起欢喜心，那就是听你话啊。各位菩萨要多结好缘，要打从内心的诚正信实。